今天买了花甲，然后来炒一碗花甲和还有今天的五谷蛋，不是五谷，这是蔬菜粒。今天炒两个菜吧，啊，有点疲惫，下班回来今天。饭还没好，所以先等饭烧好再烧菜。今天烧了一碗蔬菜粒，什么蔬菜粒？就这个，哎，很多很多玉米粒、胡萝卜、炒青豆，然后炒辣炒花甲，啊，这是一盘白桃，然后这是元气森林的，巨好喝，就这个，强势推荐。花甲真的挺好吃的，人类对吃的热爱体现在方方面面，方便面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例子？对，除了吃，你的生活还有别的主题吗？主题？你没救了，再来点美酒的突破。其实我吃的还是蛮营养的，每天吃饭我的胃都要比熊大，让座的大妈笑着问我几个月啦，想要变现却只能够捂住嘴巴，变成胖子。我有个坏习惯，我真的，我不知道这算坏习惯还好习惯。我这人特别喜欢剥虾，就是我很，哪怕我不吃，我帮你剥虾，我都很愿意剥的，我很享受剥虾这种快感。吃完了。那么感谢各位观众来收看这一期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给我点关注，顺便给我点赞，我比上上走一波。